咪大粒啦。啊，你不要紧，我老了哈，不管几岁哈，我的这个永远在长几楼，你人也真紧就落来六楼了。我的没有了，不要讲到我，我刚刚好。你们这里讲嘛？我讲什么？检查有 cancer 无？对，不顶顶无。我帮你啊！那查某人哈，我们在这个台上要呼吁大家，女人有时候在洗澡的时候要稍微自己检查一下，如果有那个硬块的话就不好，就有生病。你不可以直接按的。如果你不会检查的话，晚上跟你当擦粉的时候，叫你当给你检查就给晒尿啊哈。哎，无按的嘞，啊，无按的嘞。无按自己试啦。自己试，我试看卖嘞。啊，你无有啊？你规日拢定的嘞？哎，我规日拢定的哦。啊啦，我试看你的看卖。没晒，没晒，没我自己试。无啊，我自己要试啦。你要试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好了，再帮我去叫洗之后，又漂亮又贤淑，又会做工亏哈。对。还穿个够大条，就会生气。哎，你妈咪有称赞她嘞，她说放工每天要回家，很顾家的这种女人很好。不一样。要是你娶到这种媳妇给他，他很开心。哎呦，查某人若是早早要回去，都嘛是顾迄落物件呢。顾咩啊？顾啊，惊迄落物件出去吼啊，乌白来啦，对不吼？顾什么物件？乌白来。顾领导有饲一只鸟哟。有鸟啊。啊，你顾一只鸟安尼嘛，对不？哦。惊迄只鸟会飞出去嘛，对不？啊，若惊迄只鸟甲飞出去，你就晚上无提家刀甲咔嚓，安尼就好了。我放去了，对啦，叫放刀啦。对啦。我你今天我去你厝去啊，我再来教了你的鸟安尼好无？有饲鸟咩？我厝无饲鸟呢。你像我，他叫我带我鸟去你的厝去。我是有一只，我是身躯边，逐天拢有扎一只二十八年。那你迄只鸟在照我袂？哦，袂使，袂使照的吼。啊，你好啦好啦。哦，一只二十八岁的鸟哈，啊，我看过了啦。那个没有什么，老鸟一只尔。